开车，我呢是航拍了一下这一片胡杨林啊。今天我们呢是走入了一条小道啊，这一整片的都是胡杨林，但是呢现在它这个叶子啊不是特别的黄啊，属于这个初秋的胡杨林嘛，看起来呢也还是挺美的。我们进来呢想着先探探路，等到那个啥深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再过来找个地方录一下。这次呢就是先过来看一下，打探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？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哈，还可以。搓衣板路，搓衣板路，只要路好就行啊，不怕搓衣板，就怕沙路。像我们这样从里面转一圈呢，我觉得也挺舒服啊。这边呢也很少有人啊，我觉得比逛景区啊要舒服的多呢。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啊看风景。开着开着，这里有一个磕头机。这边应该是这个道路的尽头了，里面没有路走了，我们从这里呢再掉个头回去。可慢一掉头，磕头机这么大？近距离看一下磕头机呢，开心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就正常掉就行了。这里不会陷，不要往边上走嘛。这里不会陷吧？你就原地掉头就可以了啊。哦，这磕头机后面有个大的重物，到尽头了。得了，回去了。我现在找个地方吧，找个地方停着了。我们把车啊停在这个路边边上，逛一下这个现在的胡杨林。现在胡杨林啊，虽然说不是最美的季节吧，但是呢也是别有一番的感觉吧。我们准备出去进去走走。来喷点那个吧。那必须要喷。好。赶紧喷一点那个花露水啥的。昨天那个就在景区周边走一走。脖子要喷一喷。尤其是脖子。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好，凉快。走。阿白，给你也喷一点。啊，这边脖子，这边脖子。好。哎呦，喷我耳朵里面喽。哎。阿白，要不要来一点啊？昨天在那个景区啊，就走了一会儿啊，就身上脖子上啊就被咬的到处都是包。今天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，我们再出发。走吧，进去走走吧。这个路都是硬化路面。很多车啊都开进来看看这个风景啊，狗子又自由了啊，看它家好。其实你其实这一片，如果说这片胡杨林啊要是全黄的话，真的在这边看看就挺不错啊，都不用进那个景区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太大方了，你看一如既往的大白啊，到这个荒漠里撒欢。鱼，你发现没有，它只有一些矮的那个胡杨林啊，胡杨树啊，它是黄了。像那种高高的比较茂盛的，它还是比较青的。哎，那边一片黄了，走。走。你锁了没有？锁了。走到中间这一片呢，很多这个矮矮的胡杨树都已经慢慢的变黄了，青黄色青黄色的。哦，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呢。这也算是一种，这是十月初啊，也算是不一样的这个胡杨林嘛。初秋的胡杨林，半黄半青。每次看到这种胡杨树啊，我都有感觉有种沧桑之感。是啊。你知道胡杨树有什么说法吗？胡杨树它可以活一千年，它叫胡杨树啊，一千年不死。死后一千年不倒，倒后呢一千年不烂，就是胡杨三千年。所以人家很多人拿来比喻爱情呢，是吧？那我们俩就像那个胡杨树一样。这三颗，一家三口。一家三口。拜拜。哎呀，开心呐！大家，好多蚊子哦。哎呀。爷。你看到这个，这些根根啊，都是一棵胡杨树上面的。好多根它这个胡杨树啊，它是一个变异的杨树啊，它是古老时期啊它的一个物种，经过这个沙漠化呀、然后呢产生的这个胡杨，它被人们称为这个沙漠勇士啊，
就是因为呢它常年在沙漠里啊，就是为了适应那个沙漠化。你看它的根和别的都不一样，它会晒很多很多的这个根枝啊，这样的吸收沙漠中的水分啊，然后成长，所以它的根基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牢啊，就是特别特别的大，它的根啊，这样子无论是飓风啊还是沙尘暴啊，都没有办法撼动胡杨的根基啊。大部分的这个胡杨啊都是野生的，都是野生的啊。看这片全是胡杨，正因为有这么多胡杨啊，所以说呢啊，在这附近啊就是可以啊，可以不受这个沙尘暴的影响。哎，小白，过来，开心死了，去赶紧，来来来，走了，快。哎呦我天哪，大白的家伙。哎呦，你这身这周边爬满了蚊子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里都被咬了，这里被咬了，被咬了。哎，我靠，哇，不要站着不动，快走走一走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好多蚊子，老板有没有咬你啊？快走走，动一动，走走，快走吧。哦，走了，老板走，从哪里出去啊？哇，这里要是没有蚊子就好了，可以在这边跑步哈。后面天冷一点，它就没有人了呢。有可能。哎呦，好多蚊子。在我身上飞呀。嗯。来，走喽。看，走了，出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杨二白带路，看他知不知道出口。走，快点。杨二白走。嗯。啊，这狗子还真的知道路出来啊！你看，走到我们的车旁边了。走了，不舍得走了，走了，啊，来胡杨林玩，真的一定要背那个驱蚊的，一定要背驱蚊的啊！走了，大白，哎，不想走了，大白，大白，走了，有蛇啊，快走了！哦哟，我的天哪，你跑到马路去了？跑了，有车车，你看他就跑到车边，他就不动了。他真的知道我们的车在这里哈？嗯，哎。走了，我们离开这边吧。你看这个车上全是蚊子哦，好恐怖哦！跟着我们车了，鳗鱼要被蚊子踩走了。真的，这穿着衣服不明显，要穿个白色裙子的话，能看得很明显，真的能被蚊子扛走的那种感觉。啊，看我身上，我都被咬了多少个包了？感觉喷那个东西也没用。我们还出去看看，找个停车位吧，不敢停在里面哈。嗯。我们刚刚从外面的小道又开到大道里来了，哇，感觉还没有大道这两颗红哎。大道这个我不知道它为啥这么黄。是会吃多了，比里面的还黄啊。嗯。嗯，我们还是开回到那个景区门口那里过夜吧，安全一点啊。再过一夜吧。嗯。在里面没什么问题，但出来就不一定了。啊，这里面停了好多车，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。嗯。哎呀。你看我们刚下车啊，这边就又看到这个小狗狗了。Hello， 这个小狗狗啊是在这个景区啊，应该是啊每天都在这个景区里混打的。它和大白也还可以啊，大白也不凶它。它和大白也还可以啊。嗯。哎呀我已经看清楚了，这小狗就想来玩玩。让这两只狗狗玩一玩吧。晚上呢我们还是打算在这个景区先过一夜吧。看这边找的位置呢就停在人家房子后面，这样的话晚上就算刮点风嘛也不用太担心，有房子挡住了，对不对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，天塌了还有个子高的顶着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刮风还有房子挡着呢，应该没啥大问题。外面的沙漠里面真的不敢停啊，一阵沙尘暴过来的话，说不定啊那个土壤上就全是沙子了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这边他们浇水了。对，小狗狗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晚上我们要煮个汤面片吃好了啊、哦。嗯。晚上还是喝点汤，暖和。晚上天气就凉了。嗯，晚上少吃一点。嗯。再凉拌个鸡腿呀、啊。嗯。鸡丝，凉拌鸡丝。凉拌鸡丝。配汤面可以哈。对，可以。嗯，给大白也煮一个。对，大白，哎呦，大白玩累了。
完了啦，今天玩够了，等下给你吃个鸡腿补一补啊，白菜也给他留一点啊。刚才留点是吧？嗯，行，刚才也给他留一点。我们上次在超市买了一大包的面片，我觉得这种面片挺好的，吃着方便哦，感觉比面条好吃。对。这新疆喜欢上了面片，哎呀，他们不就是他们的汤饭吗？这个产地还是内地的，嗯，买不到啊。买不到本地的了，只是但曾经在是草原上买到过。人家都自己揪的，对，揪面片。你买弄点面粉来自己揪一揪吧。对，大白今天这个运动量啊，感觉有点大，一回到车里啊，你看，就自己顶在这里睡觉了都。待会儿有肉吃啊，啊，在鸡腿里啊，放点那个小配料啊，就一般的酱油啊、蚝油、辣椒段，再浇一层热油上去。少量做看好不好吃，好吃的话，下面就可以，对吧？把这个列入我们的正式凉拌菜。喝点汤饭，晚上新疆汤饭。汤饭就是汤面片，这个玩意儿啊，在新疆这边面片吃的挺多的。来，看看老徐今天这个凉拌鸡腿肉，差不多半个小鸡腿吧，第一次做。你不是说凉拌鸡丝吗？啊，鸡腿撕不了。鸡胸肉可以吃，这是凉拌鸡腿肉。你来尝尝。没事，嘴巴上都有个壳，上面一点。稍稍的有一点点辣，这辣椒热油浇上去有点辣。你把它掰开了。哇，挺嫩的，原来这个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啊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挺滑嫩的？凉拌菜我觉得配上那个小面片啊，就跟到饭店吃一样。来碗汤饭，来个小凉菜。有点像那个叫叫麻鸡。对。哦，冰箱里还有只鸡啊，鱼。我就把那个鸡煮熟啊，我就用这个料给它拌一拌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呀，好吃的。跟煎麻鸡一样哈。哪天要做只叫麻鸡给你吃吃的。配点放好水果，猕猴桃。你还弄了个猕猴桃呢。猕猴桃，配点放好水果。放好水果。看这狗子开心的呀，眼勾勾的，知道我们给它煮鸡腿了啊？人家在这里啊，我们就只吃一点点，尝尝味道啊，都是你的啊啊，晾一晾，等下给你吃。先给你吃个白菜解解馋。哎呦，狗子眼勾勾看着了。可以了啊，给你啊，还有好多块肉呢，一整个吃啊，过瘾啊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够不过瘾？哎呦，过瘾啊，一整个吃，哎呀，好了，给他撕，给他撕，给他撕，哎呀，好，撕，哎呦，我的天，过瘾啊，撕撕撕撕，过瘾吧？有一根大骨头，别给它吃着了，也香喷喷的，走到哪跟到哪，来感吃，觉吃吧吃吧。呦，大白，今天加餐了啊！今天玩累了，加餐吃个鸡腿，给大白加鸡腿。